那么横贯的这条堤呢，就叫做白堤了。啊，白区域堤带所建设，老唐代所建。那么当时建好了以后呢，全长多少？八百。好，全长八百。但是有两座桥，非常的啊，一座就是断桥。我们的白堤是徐县相对。啊，当时这个我们的这个。县北北。哎，老坡顶端。老坡顶端，一座山。 刚好这个白娘子游过，刺下了这个汤面，种下了千古的冤结啊！这个音乐啊，说到这个汤面呢，是有这个白娘子的。啊，我们这个三个姓氏，有三大姓氏，这个三大呢，也是白娘子的血线的故事，有没有他们呢？ 没，啊，听得干，啊，可是不接，就爱打拗，拖马杀的，把拗拖拗，容易的，老不接。